我怎么到你所有你现在想规划的景点，你们的接待能力准备好了吗？我怎么用我最简单的方式啊，来进到你们所推荐的旅游景点？我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你，不要把观光旅游局搞成航空公司啊！你勇敢，林家良，这。好，时间到。接下来是林子周议员，我们请林子周议员。感谢主席哦，副市长啊，各级处长哦，各位科长哦，各位好同事啊，媒体的好朋友啊，大家老炸了哈。观光局长，刚才陈清龙议员哦，内蒙古哦，大家所关心的水谷县哦，我即下分析请教你哦，到底要做干唔做？请回答好吗？那个跟议员报告哈，刚才因为我也要补充的部分就是说，4月20号我们已经有发函给林务局，要他就限制发展区的部分里面的开发，要让我取得土地的同意函。哇，你起码哈，不要讲那个细节啦。我今晚分析请教是讲，你有想要做无啦？想做吗？我想要做，但是做不落啦，因为土地的取得跟环评部分里面难度很高。哦、难度很高，你哦，你讲这哦，你要讲到土地跟环评哦，你土地一定要先取得嘛，再去环评嘛。啊，你一关一关来做，你哪吒做不行？你哪吒做不行？我今嘛也是朝这个方向。对啊，你朝这个方向就是你有想要做，我一关一关来克服嘛。刚才我听到他问的吼，我讲对山坡地啊吼，对林地啊吼，我不。虽然不厉害哪样，但是略知一二啦。你的进度就是要照你的程序方面去走嘛。啊，你都该回答讲，我就是要来做，啊，要来安那做，一关一关把它克服掉。他在讲大安园区、马祖园区，来隐喻说，你喜欢那水谷线，到底是有想要做？他的原意是这样，你给他回答吧，不答不起我听哦，我嘛干嘛哦，匪夷所思啦。你给他回答说你要做的一关一关来，那么一关一关来，程序方面各方面你是向议会报告嘛？啊，你给他大家说细节，我当然也知道细节。要做一件事情、哦、当然有他的程序啊，有他的法令啦、啊，有他的依据各方面嘛，做行做未行未知数，但是至少你有要做，无做要有心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我现在讲的是安尼啦，安尼你回答本身。